叔的私人假期。他是东东，出生于黑龙江的帅哥一枚，日本有名的演员。他是节目的导演亮叔，住在南京的日本人。这样的两个人开始的是一次没有台本的随性旅行。第一集，不要去没有网络的地方。听说今天他们要去一个超级漂亮的湖哦。那么出发吧。从南京来到东京的亮叔和东东会合后，一起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，到达了秋田县。今天的目的地是田泽湖，从机场坐大巴的话需要90分钟。这里是那个秋田县的一个地方，那个田泽湖，就是那个湖边的一个野营的那个地方。你们住过帐篷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？不敢。东北第一天为什么住帐篷？没钱。东东。东东。哎呀！走。睡得好吗？还不错。还可以，就是里面很热。介绍一下带我们玩的人吧。东东是中日混血，9岁的时候和家人搬到了日本。现在做演员的他，出演过很多电影和舞台剧呢。我不想住帐篷，以后不想住帐篷了，因为那个卡拉斯太闹了。乌鸦太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乌鸦开始闹，根本就睡不着。你看，只有我们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大家都在工作，其实我们也算工作，不过。亮叔是纪录片的导演，15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后就喜欢上了中国。亮叔天生喜欢的是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但是因为我们是那个16号，会影响我做什么？付き合うんだったらどっちがいいですか？这算是工作吗？太辛苦的工作，就这样吧。为了省钱，好穷。加速吧，到那个湖边还有一段距离，它太快了。慢。哎，可以，我不要暂停，我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这个手边还没有习惯，加速，一点点。不要看了吧，这走路有什么好看的？刚才跨了那个。啊！马上！哇！怎么说？打水漂，对，打水漂。哇，好厉害！一次吧。也要啊。打死！你看，透明度，这是日本第二位透明度的一个湖，田泽湖。很小，因为这个湖水是那个酸性的那个水，所以鱼也不能活嘛。真厉害！而且这天气也好，所以
天野蓝天。这音好帅。对。不行了，这配音。すごい薄い透明なタンクトップ着てみたいな。でも刚刚去了那个海。不要暂停吗？不要，快进，快进，快进。可以暂停啊。要看东东的。随便看。对，看东东的。哇，一到。还可以吧？舒服啊，是吗？哎，那得脱干净的呀！赶快脱！快脱！再不脱，观众快跑了！你说？哪有人？哪呀？加速吧！至于吧？不至于吧？加速，男性观众拒绝，对男性观众不感兴趣。说附近有个温泉很不错，他们决定去看一看，可以坐大巴，30分钟就到了。现在开往乳头温泉去。乳头温泉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对，完全听不清，听不清，听不清，没有意义。这个水到大湖里，懂吗？啊，流到天泽湖里。对，乳头温泉很有名的，在秋田县最有名的温泉，这个妙之汤。妙奶汤。妙奶汤，这多少钱？一个人忘了。你们在网上搜一下。我昨天搜一搜。忘了。太自由了。哈哈。我也猜得出来。这乌冬面太细了。嗯，海苔。我们日本人经常那个叫海苔。好细啊，这个。中国有吗？这种细的那个乌冬面。乌冬面挂面，挂面。怎么样？
能日本稀里糊涂的吃面，这是对要声音的，对对对。虽然味道有点淡，不觉得淡？是吗？这是干嘛？这样泡温泉。这是要吃的了吗？可以加速啊！你想看这个风格吗？风格挺好。啊，那你感觉很好。我不懂，风雨是那个泡澡的，泡澡的意思。开玩笑。难道东东要洗澡了？你期待吗？期待啊！你看够了吧你？温泉 boy， 啪嗒不下来。第一次就是这种全是木板搭的这个。いい露天風呂じゃないですか、これ。ずいぶん裸見てんな。人生第一次的会议，是吧？男的女的可以一起洗澡，一起洗澡，一起泡。如果有美女的话，看一下。哇，有美女了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哇，太美了吧！哇靠！哇塞！全部俺の感じで。めっちゃ気持ちいいわ。三个人可以，一人でしょ？一人、二人。可以三个人住一个帐篷。红枫、枫粉、枫黄。啊？六奶奶买牛奶。刘奶奶买的，红黄分黄。那个东东读一个标准的。对啊。读个标准，我你八百，什么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兵排北边跑，炮兵炮把标兵碰，标兵炮碰炮兵炮。哇，对吗？对吗？对吗？应该是对的。哎呦。然后他那个味觉啊，就不要说。大概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。你知道那个戏有多？我不想，四十多集，不想听，不是。四十多集，我不想。蒋小红他是台湾的。台鸟，台鸟啊！台鸟，还行。南京话讲就是骚，骚。所以今天不好意思，这么不好的直播。哎呀，就说网络现在多么的重要啊！对。这一期的主题是没有网络的地方不应该去啊，这不行啊，这挺好的。但是田泽湖真的是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偏僻的地方，所以网络也没有啊，不好，但是也值得，但是也值得去吗？对啊，
还是我，当然值得去了。还是我喜欢游玩的。今天的旅行到此结束。听说有关旅行的详细内容都写在和之梦的公众号里呢，还有一定要关注东东妙书的微博和他们互动哦，他们特别怕寂寞。还有和这个节目联动的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也一定要观看哦。那么下个星期再见喽，拜拜。